阮今年来排队是，我拢元旦迄天的第一波吧，吼。啊，已经即阵已经来排队的吼，为了排十几工啊嘛，有诶。哎，我阮个省应该这边大象，总共一千人有啊，卖差一公里有啊。啊，但是如果到明天我们预估吼，应该今年会比去年还多啦。辛苦。应该今年应该千两三万不少。啊，我们也有准备出的数量。只要你在早时吼，你个九点十点之前来吼，都一定会领到的。啊，所以欢迎吼，啊大家趁来阮这出来公家来排队，来遮吃好啊。做一个可能无蛮低。我要来只单领钱，我单领钱啊。通常当兵也报号，我今年啊平平安安安尼啊。哦。啊，顺顺时时安尼啊，啊，过来就是为了给我女朋友可以赚大钱安尼啊。嗯。这样。就保平安啊。哦，一千来点过就对了。有过哎。接的不错。嗯，对。一边走一边跑，啊，到这边差不多四十分钟。如果平常。啊姐，啊那会讲，逐年拢是要来排队领钱母安尼。因为设计很漂亮，还有是比较新鲜，对对，还有保平安呐。